现场长官、所有的贵宾、各位媒体好朋友们，还有正在透过了台视新闻台、台视 YouTube 频道以及 Friday 影音线上直播加入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佳怡。欢迎各位莅临第56届金马奖入围名单公布记者会。我们刚才在记者会的一开始呢，看到的这支影片呢，就是2019我们的金马年度广告。在影片当中，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特别安排的一个彩蛋呢？我们在影片中的神秘女子到底是谁？待会儿大家就会知道了。我们的透过了这支今天中午也是刚释出热腾腾的年度广告呢，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年一度的金马盛会即将到来，11月23号就在国父纪念馆，我们的金马奖颁奖典礼要盛大登场了。今年有哪些优秀的电影工作者能够取得我们的金马入围门票？稍后见分晓。我们在今年的金马56也是以寻找黑马为主题。今天我们在现场为各位邀请到的两位揭晓嘉宾，刚刚好，他们就是电影界的两匹黑马。他们一位呢是曾经在第54届的金马奖当中，以电影《红衣小女孩2》虎爷角色入围了最佳新演员，而另外一位他主演的电影《返校》现正热映中。马上就要请各位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两位揭晓嘉宾王静、吴念轩，欢迎他们！欢迎。欢迎学姐，也欢迎虎爷，欢迎两位的到来。你好，两位这边请。好，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喽。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念轩。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静。欢迎，欢迎两位。好，那么这个女士优先好了，我们王静先呢、哦，这个终于可以跟大家来揭晓了，影片当中的神秘女子究竟是谁呢？请王静公布喽。是我，就是她。今天其实影片中午释出的时候，好多媒体都想要问哦，这到底是谁呀、啊？所以答案揭晓啦，各位媒体朋友们猜对了吗？就是王静，跟我们分享一下拍摄的过程好了。因为跟俊阳导演其实这一次是第二次合作了，所以那天拍摄状况非常顺利、嗯，然后也很荣幸可以参与这次的 CF 拍摄。对，呈现出来的那个效果也的确非常的好啊，而且我们知道王静非常年轻哦，20几岁，不过现在走在路上大街小巷大家都要喊你一声学姐，这感觉应该蛮奇妙的吧，蛮受宠若惊的，很开心、嗯、对，但也的确哦，王静在返校当中非常精彩的表现哦。那么另外有我们的揭晓嘉宾吴念轩，其实他也有电影新作品哦，菠萝蜜，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马来西亚过来的华侨，那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就是求学不易，所以来到台湾，然后发生了一系列故事，有在马来西亚发生，还有现在发生的，就是很多可以大家可以进电影院看。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是没有看过剧本，然后再演的，我是在开拍 action 前的5到10分钟，导演才跟我说要做些什么，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嗯，挑战性非常的高，那我们就期待到时候你的新作品了。而且念轩其实每一次在大荧幕上表现都是让人惊艳的，在54届的时候还入围最佳新演员。但我很好奇哦，其实如果有些人他的心情是这样的、啊，如果他有作品报名，他对于今天这样的场合，他就会有点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可是54届的时候，据说入围名单公布，你是全程锁定手机直播。对，因为那时候跟一大群朋友一起看，然后就想着自己有没有这个机会。那中间到第4个的时候就没有念到我名字，我其实也就是放下一个重担，就放松心情。嗯、然后第5个名字念到我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很特别，好像那个彩券对错奖，然后之后发现自己中头奖那种感觉，以为没中，结果中了。对对对，就感谢金马奖。而且那个时候是好朋友林柏宏嘛，在公布那样的名单，不晓得那今天你要来接掌这样的这个公布入围名单，有跟他讨教一下有什么准备工作吗？我其实都没有，我还紧张到我觉得今天有没有可能会放台风假，就让我多一点准备这样子。是，好，所以就是很潇洒的这样子就来了。那不晓得今天两位要担任我们的入围名单揭晓嘉宾，事前有没有做哪些准备呢？王静先好了。早起做运动消个水肿吧。做运动消水肿，
那刚才在后台休息室的炸虾排骨饭好吃吗？啊，那不是我吃的，那是我经纪人吃的。哦，经纪人吃的，好好，经纪人吃的。好，那你是做运动，那念轩呢？因为我本身皮肤比较偏黑，所以我连续敷了两三天的面膜，刚刚化妆前还在敷，就希望可以变白一点。所以说可以听到两位我们的介绍嘉宾，一位呢是顾身材，另外一位面子要顾好，但不晓得这个心理素质准备好了吗？此刻现在两位紧张吗？非常紧张，非常紧张。你呢？我比他紧张，看他那么紧张我就紧张了。你也紧张，好，没关系，反正一定会有人比你们更紧张，因为马上我们要来公布今年的入围名单了。我们请两位嘉宾麦克风交给我，然后麻烦往我们的舞台侧边移动。马上我们要来揭晓的就是第56届的金马奖入围名单。最佳动画短片入围的有隐匿的方寸空间、看无风景、鲸鱼、可爱、灯塔。恭喜以上入围者。最佳剧情短片老人与狗、美方、偷偷、红枣薏米花生、苍天少年蓝。恭喜以上入围的短片。最佳纪录片入围的有还有一些树、你的脸、阿紫、戏棚、去年火车经过的时候。恭喜以上入围者。最佳视觉效果李昭化、叶仁豪、人面鱼、红衣小女孩外传、涂维婷、下半场、简单主张影音制作有限公司、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在线影像制作有限公司、郭宪聪、返校、仙草影像梦想动画有限公司、兔酱创意影业股份有限公司、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恭喜以上入围者。最佳音效入围的有纳鲁贝平亚、胡旭松、狂徒、高伟燕、陈义伟、下半场、达米恩吉庸、吉尔贝纳多、幻土、曹元峰、简峰书、返校、李丹峰、周正、严维珍、卓人秘密。恭喜以上入围者。最佳美术设计萧仁杰、亡命之徒、赖永坤、最乖巧的杀人犯、蔡佩玲、林庆顺、陈炫少、细雾花园、王志成、返校、郭志达、卓人秘密。恭喜以上入围者。最佳造型设计入围的有高嘉玲、最乖巧的杀人犯、施小柔、江湖无难事、许立文、罗婉仪、狂徒、尼基古莱、周立明、蔡佩玲、妮娜爱德华、细雾花园、钟楚婷、陈卓明、卓人秘密。恭喜以上入围者。
最佳原著剧本，钟孟宏、张耀生、阳光普照、杨耀凯、叔叔、杨修华、幻土、陈哲毅、热带雨、吴可惜、赵德胤、卓人秘密。恭喜所有入围者。最佳改编剧本入围的有赖梦杰、十三月股份有限公司、刘雪荣、陪你很久很久、理查·史密斯、细雾花园、徐汉强、傅凯琳、简世庚、返校。恭喜以上入围者。最佳剪辑入围的有赖秀雄、阳光普照、李栋全、高明胜、李斌、许文杰、狂徒、许瑞峰、幻土、苏文泰、细雾花园、谢梦如、返校。恭喜以上入围者。最佳摄影入围的有中岛长雄、阳光普照、陈克勤、陈志轩、狂徒、陈大仆、下半场、卡迪克维杰、细雾花园、陆亦凡、卓人秘密。恭喜以上入围者。最佳动作设计洪世浩、狂徒、洪世浩、贾凡、下半场、洪天祥、返校、杨志龙、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恭喜以上入围者。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入围的有有一种悲伤，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远行、阳光普照、光明之日、返校、卓人秘密、卓人秘密、京都、京都。恭喜以上入围者。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入围的有张维勇、幻土、辛荣安、细雾花园、卢律明、返校、林强、卓人秘密、坂本龙一、你的脸。恭喜所有入围者。最佳新导演入围的有廖克发、陈雪贞、菠萝蜜、洪子选、狂徒、徐家凯、圣人大道、徐汉强、返校、黄启麟、京都。恭喜以上入围者。最佳新演员入围的有袁腾、乐园、蔡佳音、大鳄、范少勋、下半场、邱志宇、我的灵魂是爱做的、曾静华、返校。恭喜所有入围者。最佳男配角入围的有刘冠廷、阳光普照、
段君豪下半场，许家乐热带雨，杨士兵热带雨，李英权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恭喜以上入围者。最佳女配角入围的有姚以缇《江湖无难事》，温真菱《阳光普照》，欧嘉文《叔叔》，陆毅静《三天两夜》，张诗莹《我的灵魂是爱做的》。恭喜这五位入围者。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巫建和《阳光普照》，陈以文《阳光普照》，太保《叔叔》，袁富华《叔叔》，朱伯康《京都》。恭喜以上入围者。最佳女主角入围的有柯淑琴《阳光普照》，李心洁《细雾花园》，杨艳艳《热带雨》，吕雪凤《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王静《返校》。恭喜以上入围者。最佳导演入围的有钟孟宏《阳光普照》，林淑宇《细雾花园》，陈哲毅《热带雨》，张作骥《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赵德胤《卓人秘密》。恭喜以上入围者。最佳剧情长片入围的有《阳光普照》、《叔叔》、《细雾花园》、热带雨、返校。恭喜以上入围影片。好，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用热烈掌声来谢谢我们今天两位揭晓嘉宾，谢谢你们两位请回，谢谢王静，谢谢念轩，谢谢。好，那么以上呢，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第56届的金马奖入围名单。而在日前呢，我们也为大家来公布了是今年的终身成就奖得主，包含了曾经获得了6座金马肯定的王童导演，以及在我们大家心目当中永远的大侠独臂刀王王宇先生。而在今天呢，我们也要为各位揭晓的另外一个奖项是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我们要为您邀请到的是金马执委会的执行长文天祥执行长来为我们揭晓今年的得主，掌声有请执行长。执行长好，这边请。好，我先要为大家公布今年的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第56届金马奖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得奖的是汤香竹。汤香竹从新电影晚期开始就担任录音师，至今将台湾电影拉起了一个重要的传承桥梁，让声音表现在台湾电影日趋成熟。他对许多短片创作与独立制片的支持也常常是不计代价。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位优秀的纪录片导演。
他今年的作品包括《返校》等等，既有市场性也有前瞻性，给了创作者在现场丰富的信心，其贡献虽无形沉默却重大重要。这是今年的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恭喜汤湘竹。谢谢执行长，执行长请留步。那么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么多的入围电影哦，不晓得这个无论是已经上映的、没上映的，大家熟悉的、不熟悉的，或者是原本好想看可是来不及，以及他已经看过但他想要二刷、三刷，这些影迷的心声，我们有没有机会满足他们呢？当然，欢迎大家从11月7号到24号在本届的金马国际影展可以看到所有的入围影片。好，是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56届金马奖入围名单公布。那么我们也在这边诚挚的邀请大家，11月7号到24号我们的金马影展盛大登场，敬请大家多多参与。同时也不要忘了11月23号金马奖颁奖典礼与您有约，敬请锁定台视频道全程为您 live 播出，我们到时候见咯，拜拜。啊，对啊。现在要拍照对不对？现场各位朋友，不好意思，我们在那个影人两位影人在补拍照，然后待会我们再请拍完照以后，我们再补访问。好，好，不好意思，两位太迷人了，大家还想再补拍几张？好，对，两，对，王静先，我们先单拍好吗？你们这边好了，因为我要留一支。好，谢谢。好，那念轩一起合照一下，合影一下。好，好了，谢谢。那王静，我们先在旁边，先这边先休息一下。然后念轩要单拍几张。
好了，谢谢。好，我们谢谢念轩，今天辛苦了，谢谢，谢谢你，谢谢。那王静，不好意思，请留步一下。那我们工作人员递上一下麦克风，对。那现场的有哪位媒体朋友想要问问题的？是要点名吗？对啊，好啊。欸，真的要点名是不是？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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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人举手，麦克风也递达了。我以为没有我了，没了。我觉得好好亮哦，好白。其实我不太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但应该是这样子的。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吗？对。什么？啊，当然啊，当然啊，我到现在都很激动。最想先跟谁报喜？妈妈吧，妈妈，因为我知道，她从昨天就一直跟我说要替我祷告，然后她一直叫我不要紧张，可是我知道她其实应该也挺紧张的。对，妈，我入围了。好，还有哪位有问题的呢？等一下，我麦克风哦，等一下麦克风哦。所以你前面都没有想过会入围吗？然后返校是最大赢家，现在是入围十二项，你有没有想要就是感谢，或者是有没有话要就是现在说一下？我因为大家会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入围的事情，所以原本自己没有特别放在心上，可是讲一讲，搞得害我有点在意。但是刚刚念到第四个的时候，我就跟念轩当时一样，就觉得哦，好像就是今年可能没有机会了，以后再加油。结果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我还蛮错愕的。然后，我天哪，好，我非常非常开心，就是返校这次的努力能够被评审们看见，然后也很感谢评审们。愿意让我们入围这么多奖项，我想要跟就是所有人代表返校剧组跟大家说谢谢。嗯，好。那如果没有问其他问题，我们就让我们新出炉的女主角入围王静下去休息喽。好，拜拜。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待会才进行文职欣赏访问的部分哦，谢谢。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请文执行长，就是出来接受大家的媒体联访。那我们现在就请文执行长上台。对，那有什么任何问题都可以举手发问，这样子。等一下我们工作人员递麦，这样子。好，直接让大家发问吗？对，直接来。不是每次我自己先讲半小时啊。啊，好啊，那你先讲哈。没有，有没有哪位媒体朋友立即有问题要提出来的？有没有？对、okay. ，喂，文老师你好，我是自由时报的摄影，想问一下今年的总报名件数是多少件？然后包括就是各项目的件数大概是多少？这样子，谢谢。总报名的件数总共是588件，对，是史上第二高。但是各位晓得那个剧情长片的部分确实比过去要少了一些。对，那每一个项目每一个种类到底有多少部片多少部片报名待会给大家的那个资料里面会有详尽的一个数据讲。原谅我背不下来，拍谁。好，还有没有哪位朋友有问题？
文老师你好，我想请教一下，男主角项目的部分是继2003年《无间道》16年之后，《阳光普照》再度用同一部电影入围双男主角。想请问这部片在当初报名的时候就报双男主角吗？还是有报男主跟男配，然后后来太优秀了，以至于全部都变男主角？是是。哇，你时代记得这么清楚。可是刚刚才大家也看到了，这一次不只是《阳光普照》，也包括《叔叔》。都是同部片里面两位演员同时入围男主角奖，那告诉大家他们本来就报男主角奖，所以其实他们都是对方的对手啊，倒不是就是评审去更改他们的项目啊，从一开始这两部片当中的这两位男演员都是报主角类的，嗯，谢谢。那个苹果针，中国的剧情片有啊。中国剧情片有三种状态，一种就是没有报名嘛，对，第二种呢就是报了名但中途就取消，第三种就是报了名也坚持到最后但是没有入围，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文老师不好意思，那还是想要问一下，就是今年有几部打入国际影展的华语片，包括《地久天长》《兰心大剧院》和《纪元谭七号》，就是这三部好像都没有在这一次的入围名单中，就还是想知道他们最后的选择，然后会不会金马会觉得有点遗憾，这次没有办法能够有这些，就是在国际上好像已经先受到肯定的华语片缺席的状况。当然遗憾啦，如果我是一个喜欢电影人，当然希望所有符合资格的电影都来报名，嗯，但是这就是目前现实的一个状况吧。那但就像1993年，你看那时候《霸王别姬》，因为当时电影法令的限制不能报金马，可是金马一样精彩啊，因为那一年有喜宴，那一年有戏梦人生，所以我其实觉得今年的入围名单还蛮精彩的，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的。那至于你说三部影片的那个状况，刚才我说了就是以上三种的情形嘛，但是我不会告诉大家这些影片有没有报名，或者说是报了又退，因为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就这个入围的影片去讨论，不是不能谈它，是谈了其实对影片其实并没有好处，再加上其实某些电影其实还是合乎我们下一年的报名的时程，因为我们的影片的收件是以每年的应该说以它完成的时间七月到隔年的六月，所以其实都还有各种的可能性，嗯。竞争上面，戚风木聪跟阿部宽有被讨论到后面吗？你先要问那个遗珠对不对？是是是，第六名，第七名啊。OK， 其实男主角讨论到最后哦，包括狂徒的林哲熙，包括了郑仁硕，包括了戚风木聪，包括了乐园的王世贤，包括了刘以豪，包括了邱泽、喜祥，还有菠萝蜜的吴念轩，还有阿部宽。还有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的张小熊，其实都有讨论，都有票数，但是以最高票落选的人呢是最乖巧的杀人犯的黄河。黄河在这部作品里面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形象跟惊人的表演幅度啊，一直站到最后的。所以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些男演员们。都有票数，也都进入到讨论。那最后的这个最大的遗珠是黄河。如果就我们讨论的投票的结果来看的话，嗯，好，可以啊，当然方便喽。哦，我本来想自己讲的，女主角啊，之前你们不是就已经预测说今年的女主角是死亡之主吗？真的是，女主角真的是痛苦至极，这样，女主角的部分有讨论跟有票数的太多太多了，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包括像李易杰，还有像幸运的奶奶的周彩芹，还有陈意涵，都有被讨论，但是在最后竞争到最后的是，最大的遗珠，正如大家所料，一个是卓人秘密的吴可惜。那另外一位大家比较陌生，因为这个片在台湾还没有上映，要到影展的时候才看得到，就是京都的邓丽欣
非常优秀的香港女演员，但我不能说很有趣，但也是一个巧合。结果吴可希入围了剧本，然后邓丽欣的《京都》入围了最佳电影歌曲，所以这两大遗珠就在女主角项目，就是竞争到最后就是一轮的这两大遗珠，其实还是入围了本届的金马奖的。那他们两个虽然没有入围女主角，但是在这个项目是获得很高的肯定，因为今年的女主角竞争实在太激烈了，一排妈妈排出来就吓坏人了，真的真的，各位有机会一定要去看那几部片，太惊人。那个哇，柯淑琴在影片当中那个后面那一哭啊，那简直是密阳的全度演呐、啊！你在看那个杨艳艳演那个热带雨，哇，好美哎！因为她必须要让她的学生爱上她，太惊人了。那部片里面，而且跟她演对手戏的是《爸妈不在家》里面演她儿子的许家乐，看到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的、那吕雪凤大家应该很多朋友已经看过了啊，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把握，它是今年金马影展的开幕片。那吕雪凤在里面无论是温柔或发飙，每一个层次每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惊人。那李心洁今年是以西湖花园入围也暌违好久了。那他在这个片子里面是一个历经就是二战的时候成为这个日军的算是俘虏工人，然后在战后又为了想达成这个妹妹的心愿而有点点又自愿又半迫的要去跟一个日本人学习所谓的日式的园艺，这样所以才有西屋花园这样的一个名称。那心洁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很多的时刻都表现得非常内敛因为可以想象那种就既要跟你学习但是其实你又是我民族的敌人但是他跟这个阿布宽在戏里面这样算不算破梗，有一场很惊人的对，就是又痛又爱的戏的在那场戏里面透过这个林淑仪导演的长镜头，那几乎就是把一个演员的这个在极小的空间跟极少的动作当中的那个能耐给激发出来，非常非常可观的。所以今年很厉害，就是女演员这一组让就让所有的评审都伤透脑筋，可以这么说。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今年讨论最久的项目是哪一个项目？讨论最久啊？对，然后总共讨论的时间，然后以及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叔叔》这部片吗？因为它其实有入围两位男主角。谢谢。对，今年因为其实有刚才王静就不用介绍嘛，因为大家都很熟了，所以我刚才就跳过王静。其实他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这毋庸置疑了。他反而我刚才说不用介绍，是因为大家都看过了。他怎么在影片里面把一个把一个女学生的那种清纯爱慕背叛嫉妒到最后的那个救赎，在类型电影里面可以把层次做得这么的清楚是非常高难度的。那刚才提到男主角当中的叔叔的两位演员太保跟袁富华，他们两个在这部电影当中是演一对这种所谓的深贵的同志，这样这部片子的题材非常特别，因为它是一部同志电影没有错，但是片中的两位男主角都是有家庭的男人，然后呢都是所谓的中老年同志，所以这个取材跟描述在过往华语的同志电影的剧情片当中确实是比较少见的。那可是他们两个人要能够表达出来就是彼此的差异，比方说有人寻找的是爱情，有人寻找的是一种关系，也应该讲说是一种一夜的关系，而这两种的目的跟欲望撞击在一起以后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那这两位演员演下来确实非常非常的精湛的。所以其实应该说也没有太多的悬念的，虽然一知道就是说他们两个如果一块入围的话就占掉两个名额了，但是评审还是一头两个都进去了，有点像陈以文跟巫建和一样的。阳光普照反正也快上映了嘛，到时候大家去看这个片就会发现
在前半部的时候，我们会以为都是陈英文的场子这样。到了后半部的时候，吴建和好像又把这个所谓的诠释权给拉回来。然后这对就是演员在影片当中表现出的这种父子的冲突跟难以言述的关爱，以及他们怎么去诠释出大家习以为常、以为很容易去表现的这种所谓的中年男子也好，或者是一个所谓的叛逆青年也好，在大家以为习以为常的印象当中，他们又创造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这个形象跟演出的。所以明知道这两部片入围就会占掉四个名额，评审们还是义无反顾的就给他投下去了，并没有说好一定这部片两个都要入，就是讨论然后投票，那他们就很顺利的入围了这次的男主角奖了。但是那个讨论的过程非常非常长了。那最后一个可能是大家最陌生的，就是《京都》。京都因为我刚才提到还没有上映，《京都》这个片子呢，其实《京都》是一个。一个应该说一个地标一个名称，它有点像我们在讲可能台北的光华商场或者是万年大楼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坐标。那女主角是在这个地方里面的一个婚纱店打工那这次入围最佳男主角的朱伯康则是他论及婚嫁的这个男友的。那他兴高采烈的策划好要跟他的女友求婚但是并不知道女友其实还背负着一些应该讲说他所不知道的一些过去跟秘密的。而这部以一个类似香港的万年大楼或光华商场为背景的电影最后不仅是去探出了所谓的这个女性的自觉男女婚前的这个焦虑，他甚至暗暗隐不能讲隐喻，他已经是明白的透过这个所谓的生活化的爱情的关系，其实也碰触到中国大陆跟这个香港之间的一个关联。今年大家可以在入围的影片当中看到其实几个很有趣的特色这样。比方说从返校一降你可以看到非常多台湾的新生代导演在类型电影上面的开发了，可以说在今年真的是开花结果成绩非常非常的耀眼。所以你会看到返校，会看到狂徒，会看到这个圣人大道等等之还有下半场之类的这个作品。那你可以看到香港其实在独立制片这个部分其实有非常非常突出的表现。其实这一块从2016年一念无名下来，你可以看到香港其实在投资辅导就是这类的所谓的本土独立制片上面有越来越精彩的一个成果。那今年就是领衔入围的这个叔叔跟京都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老师刚有问到说讨论最久的还没有说哪个项目加拍谁我真的没有记死我真的有点忘记了，因为今天23个项目从早上8点讨论到4点吧，我自己是觉得过程都很顺利啦那如果我的印象没有错的话，因为没有用码表嘛，我的印象没有错，我觉得最纠结讨论最久的应该就是女主角，应该就是女主角，就是一如很多的媒体朋友跟影迷朋友之前的预测一样，这样，因为今年大概是近年来大概在女主角项目上面竞争的最激烈的一次，就我刚才提到，好多人其实都有被看好，就是说有所谓角逐女主角的实力，那偏偏就是大家都在今年碰上了对方的，好，那文老师想问一下，就是因为金马这一路以来，今年金马这一路以来发生了蛮多事情的，那金马没有特别解释，那但有件事情我们真的非常好奇，就是像评审团主席在上个礼拜或上上礼拜突然之间宣布又换人了，这样，那金马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知道说杜琪峰导演他不行，然后理由是什么，然后有没有什么回应这样子？谢谢。一定是我们就是公布告诉大家的前几天了。知道了，你知道我发生事情我一定立即解决的嘛要搞清楚就是原因，那原因就如同我们的声明这样我们不说谎的，
所以呢，告诉你什么，它真的就是这个，我们没有技术性原因了，就是真的就是因为合约的一个限制嘛。那而且其实我们一直都很尊敬，也非常理解杜琪峰导演的为难啊，因为一部电影已经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作品了，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感谢他，就是之前的一个慷慨允诺，然后也完全理解这个情形。对我们来讲，其实金马奖最重要其实就是荣耀电影跟影人，所以我们就要维护影片跟影人，所以不是讲或不讲，而是讲对谁有好处。那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去理解这些影片跟影人他们的需要，然后尽力的绝对的就是做好金马奖，让大家继续的对这个奖项有相当的一个信任，然后才能够维护它嘛。对，所以其实就如同各位所说到的声明一样，其实一字不差，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对，那当然也很感谢王彤导演，就一通电话他立刻就答应了。来，请说。文老师，那想要问一下男女配跟新人部分有没有一些遗珠或是讨论？好，好。那先开始测试我自己的记忆力。新演员大概是仅次于那个 女主角，对，也是今年的那个死亡之组这样。好多人被讨论到后面，最后讨论到最后的时候，还有那个陪你很久很久的蔡瑞雪，就在里面饰演那个暗恋李纯的里面的小女生，还有傻傻爱你傻傻爱我的蔡佳红，还有那个江湖无难事的黄迪阳。可是站到最后一轮就是大家晓得，就是第六第七名的，就是阳光普照的徐光汉，还有下半场的朱轩雅对，那个名单出来的时候，也是所有的评审一阵扼腕的呀，然后几乎说可不可以增加入围名额这样，但不行。无论如何最多就是五名，竞赛的可贵就在这里，残忍就在这一边，对，所以就这样。最后其实对，就是如果许光汉入围，他们就全家团圆了，真的阳光普照的海报上就可以写全家团圆的，但真的是站到最后一轮。那朱轩阳下半场真的也是那没办法嘛，因为电影里弟弟赢了，所以这次就让给哥哥吧。因为范少勋的角色的完整度跟他的戏份确实是更高更多的，对，所以绝对不是朱秀阳不够好，事实上是在今年竞争这么激烈的状态里这样。所以其实今年我们一边在看片，因为我们不能够对外说哎，今年有哪些片来啊，我们在看什么片很好看，不能，我们要等到入围名单公布的时候各位才看到。各位应该可以发觉到，其实今年下半年整个就是台湾也好，香港的独立制片也好，甚至今年可以看到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整个电影的那种创作的能量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所以今年的金马影展一定很好看。老师，不好意思，想请教两个问题。这边就是关于改编剧本项目部分，目前就是三部入围，然后入围的 Richard Smith 他是英国人，那这部电影讲的是华语还是英语？ OK， 好，你很熟我们的报名规章。这样子，其实很好玩，西部花园去年就不断在跟我打听说怎样才能够报金马奖，金马奖的规则是如何如何如何。其实西部花园里面有中文有日文有英文而且其实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英文。西部花园是林书宇受邀在马来西亚所拍摄的影片，出资的包括了 HBO Asia 还包括了马来西亚的 HO， 那所以它是一个其实蛮大型的一个跨国合作 的作品。其实今年我们看到，应该说评审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都挺赞赏的，因为
这是证明了就是这一个跨国组合，尤其是由台湾的导演在主控的这个跨国组合，其实它的完成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也才能够看到它有就是九项的这个入围。那因为它是根据这个就是英文的小说改编的，里面的其实我刚才讲说很多的语言也是用英文去说的，所以它的剧本确实是用英文撰写。那当西湖花园跟我们在联系的时候，我们跟他说参加金马奖有两种可能嘛，一个就是说你是华语电影。那是谁拍的？里面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的比率呢，就不考虑。第二种呢是说我们所列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竞赛的这些项目当中的这些主创人员，有一半以上是所谓华人的话，他也可以角逐的。所以刚才各位可以看到在西湖花园里面，比方说导演啦、编剧啦、女主角啦还有其他的演员啦还有像美术啦等等的其他的这些技术部分是合乎就是参赛的一个标准的。所以西武呢也就来参加了今年这个金马奖的角逐。所以刚才我才说这个就要怎么算，因为西武花园其实应该算是一部马来西亚电影的。那只不过导演林书宇是台湾的导演，可是他里面的这些参与的人其实非常非常的多。今年甚至在短片里面那个苍天少年蓝其实也是一部来自于马来西亚，而且还去碰触到这个少年同志的一个作品。就今年其实这一块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你看这个幻土，那幻土其实在台湾已经上片了。去年他来不及报金马，但他去年参加了金马国际影展，所以去年在金马已经做过放映，然后也在台湾上片。那个片子其实以新加坡的这个所谓的填海工程，然后这个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这个移工作为主角用了一个非常魔幻的这个手法去描述，有点像毕赣拍贾樟柯的感觉这样这样子的一个影片。那你在看到这个热带雨当中那个杨艳艳所饰演的女主角，其实是一个从马来西亚嫁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当中文老师的一个女性的。就是所以你会在里面看到就是说整个拉出来的那个线条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我真的觉得看电影真可以真的拓展太多的这个视野了。你光从这几部新马的作品就会看到那个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你再把波罗蜜算进去的话，吴念兄演的角色刚才他提到是一个从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入学的制度的关系，他有点点半被迫的必须要来台湾读大学这样子的一个男孩，然后在这里遇到了一个菲律宾的一个移工那如果再加上廖克发入围的这个纪录片，里面谈到了马共，谈到了马来西亚的原住民，谈到了马来西亚的华乌冲突，你会发现到大概就是整个这个就是东南亚华人世界的历史文化几乎都集中在今年的金马奖了。这当然是一个巧合，但是应该也说明了就是目前大概也就金马奖可以让这么多元的华人跟华语电影可以这么被公平的给看到。老师，你的第一个问题之前我先想请教一下，就是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三项不足额的这个部分。OK 然后那个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新演员的部分我们都是在2017年认识邱志宇的，在台北物语那他想请教一下新演员的入围资格好，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过往就时常会有不足额入围，倒不是影片不够多，而是评审应该讲说他们有他们严格的标准，所以不到达那个标准，他们宁可不足额入围。那华语电影其实在这一点上真的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说跟奥斯卡完全不一样。你会看到大部分的奥斯卡入围的影片，其实一半以上，入围的最佳影片几乎都是改编的。可是在，在金马奖的这个状态里面，就是说无论中港台，就是大部分就是进入到入围阶段的这些电影，大部分都是原创剧本的，而且甚至很多时候是编导合一的。我想我们在常看华语电影的朋友应该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在改编剧本的部分，其实
确实评审把标准拉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就决定要过了他们的标准才让他们入围。那我们晓得其实在投票的时候，每个评审有0到5票可以投，就是你最多可以选5个，但是你可以一个都不选，那就是他们意志的一个展现了。所以今年的状况是这样子的。那新演员对邱志宇，其实邱志宇来报名的时候，我们全办公室也先谈了一下，说你应该不符合报名规则吧？然后呢，他们说，其实没有，我在台北物语里面的戏份非常少，根本对白没两句，只是他时常热衷于参加那部电影的映后座谈，所以很多人都误以为邱志宇是台北物语当中的主角，其实不是。对金马奖来讲，就是你的角色要合乎，就是报名角逐主角跟配角的这个项目，那你就等于是用掉了，那用掉了你以后就不能再使用了。所以呢，我们的工作人员还真的再重看了一次《台北物语》，然后证明邱志宇其实确实不是那部电影的主角，所以他是符合今年的就是角逐的资格的，是这样。这就有点像范少勋也是嘛。对，范少勋其实在今年其实是有2部片，一部是越狱，一部是下半场。那以往像那个彭于晏当年其实也是有6号出口跟基因决定爱上你，像郭书瑶那一年也是同时有南方小羊牧场跟志气。那评审呢，他们就可以从同一年度里面的影片去选择，就是他们要提名的这个作品。那在同一年度，他们都是符合就是参赛的一个规则的。所以其实我们是有一些，确实是有一些规则在前面的，所以它是合乎今年的这个参赛标准。嗯，同事。老师，王老师，那还是要再请问一下，因为今年大家都预期就是可能看不太到港陆的作品，那想确认一下，就是在入围名单中，就是《叔叔》跟《京都》2部是港片，那还有其他的港陆作品吗？然后因为之前有一部大陆电影就是有获得柏林影展泰迪熊奖，那个《再见南屏晚钟》，据说他们有报名，那不知道这次没有入围的原因，还是说他们后来也是没有参赛，想确认一下。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问一下，就是刚刚老师好像没有讲到男女配角的遗珠。真的，sorry， 好，我待会马上补。第二个问题我刚才其实提过了，就是中国大陆这边的电影，他们无论是不是没有报名，或者报了名退赛，或者是参加到底没入围，这个部分呢，其实只要没有入围，我就不会去回答，因为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好处，我还是要维护所有就是愿意来参与金马奖的这些作品。所以老实说，你也知道金马奖就是电影公司影人说什么，我们几乎都不会去反驳或纠正他们，因为对金马真的没伤害，我们其实够强壮。所以他们怎么说就怎么样的。那我们当然还是就像李安导演提到，就是我们就要一直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然后让所有的作品在这里获得公平的对待，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无论它是做大或者是做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内涵精神的。那男配角的部分对，刚才我真的漏掉了 ，sorry。男配角的部分其实被讨论到的有票数的其实很多，包括了那个就是狂徒的吴康仁，返校的傅孟博，还有狂徒的李明忠，圣人大道的曾志伟，还有返校的朱鸿章，对，傅孟博跟朱鸿章都有，还有江湖男士的龙少华，还有阳光普照的许光汉，都有被讨论到，然后站到最后一轮才没入围的最大的遗珠，可能有点出乎你们意料之外，是野雀之师的尤安顺。尤安顺在里面戏份虽然不多，但是他在影片当中饰演一个表面上好像就是看啊，没关系。
表面上好像一个毛手毛脚的一个大叔，但他怎么在这个角色当中去表达出他对女主角的这种感情跟遗憾，其实也被认为是就是他近年最好的演出之一这样，那有点可惜啊。那女配角的部分。女配角的部分被讨论到的包括了像《昨日秘密》的夏雨乔，还有邯郸的小薰，还有乐园的许安植，还有陪你很久很久的蔡瑞雪，然后站到最后的最大的遗珠，一个是《野雀之诗》的陈淑芳陈阿姨，那比较可惜，因为她在那部片子里面的戏份非常少。但是大家看都非常的尊敬他的表演。还有一位呢，也是让我们讨论了非常久，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就是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当中的吴美和，他其实在电影里面只有一场戏，只有一场戏，他演一个失智的老太太，然后没有办法认出他的儿子，而在病床上面大吼大叫，然后甚至满身的就是粪尿的，那场戏太惊人了，就是大概所有人看了都觉得那应该是记录吧，那应该是真实吧，不，那个是演出，大概只有三分钟，到五分钟左右的戏份的，非常非常震撼人心，但就有点可惜，就是他跟陈淑芳阿姨都也是站到最后一轮的遗珠这样，洪文，文老师好，我是 ETtoday 洪文。想要请教一下，那个《昨日秘密》它是算是入围项目第四高的的作品。然后想要请教一下，最后没有入围最佳剧情长片，是剧情长片的最大遗珠吗？然后也想要请问一下，证人说他有三部电影，对，三四部电影角逐，是不是因为作品太多影响他入围的可能性？这其实应该说也是部分原因啦，因为仁硕的《邯郸》跟《红衣小女孩三：人面鱼外传》都有票，所以确实应该讲说评审对他在哪一部作品当中的表现更好是有不同的这个意见跟看法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是。但是他今年这两部片的表演都是很获得肯定的，然后今年其实大家刚才也晓得嘛，返校入围的十二项，阳光普照十一项，西湖花园九项，主人秘密八项，但是其他像那个热带雨啊，下半场，狂徒也有六项，鼠鼠有五项，陌生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跟幻土也有四项。那大家晓得我们其实剧情片就最佳影片最佳剧情片通常会摆在一天的上半场就会开始讨论的，就是希望让大家用最多的时间，甚至在讨论剧情片的时候大概就已经把对这部电影的所有的想法都能够带出来。那时候确实是很挣扎，就是入围的阳光普照、鼠鼠、热带鱼、返校跟西湖花园，可是跟他们一直夹缠到最后的，包括了幻土，还有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京都啊、狂徒啊、下半场啊、昨人秘密啊，其实都有。不过我诚实的告诉大家，最大的遗珠就是以最高票落选的是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他其实在非常多的项目，虽然他现在入围了四项，但他其实在非常多的项目其实都在被讨论，都在被讨论。老师想要问一下，就是那个蓝正龙的《傻傻爱我傻傻爱你》原本也是被看好可以就是有一些入围，可是好像全部杠估，然后也没有入围新导演奖，可以讲一下吗？对，其实这部片子包括在新导演、女主角，还有女配角田妞、新演员、还有电影歌曲，其实都有被讨论，都有被讨论。但是就像刚才我们看到今年开出来的这个片单，我这样有讲有点老王卖瓜，我想精彩的程度应该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因为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这个作品其实都在这个时候来到金马了，所以那个竞争的激烈是，我不能说难以想象，但确实是，难分难舍。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对，就是被讨论了，甚至有票了，
不代表就能够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但它确实是有被认真看待的，就在这几个项目其实都有讨论到。嗯，老师不好意思，刚刚你有提到女配角的部分，有说有一些戏很好但场次太少，所以就二晚没有入围。那在阳光普照的部分，其实温真菱的戏大概应该也只有四场左右，那她是大概是怎么样入围的？温真菱四场就比刚才两位加起来还要多、没有啦，其实当然不只是比所谓的就是场次的多少，这当然不是能够入围的标准啊。这样讲我怕我误导了你们，这样就是好像场次多就入围，当然不是，还是看对于整个角色的一个塑造的一个完整的程度。没错，温真菱在阳光普照里面的戏份其实并不多，但是他把一个所谓的补习班女孩对于一个男孩的关注，师徒的接触，然后就是没有，应该讲说意想不到的面临到最后那个发展的状态，以及他在跟柯淑琴的那场对手戏，他完全没有被柯淑琴给压下来那场戏里面的无论是他从冷静哭泣，然后到他的这个念白甚至口气上面的一个掌握，都让评审们看到他非常好的一个表演的一个素质，甚至可以说比薛观音又有更大幅的进步在这个片子里，这样。五月天为什么会有最佳动作设计的入围？哎呦，你去看就知道啊，因为五月天的，我看了但我没有看出来。五月天的动作设计并不是对五月天这五位乐手的一个指导跟设计哦，而是在那部电影当中其他 3D 的剧情的部分呢。好，不好意思，所以虽然有中国的禁令，但是我们金马奖仍然是华语片最高荣誉，这一点是很有信心的，是不是？哎，这个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我只能这样子讲，就是金马奖会一直保持着这种所谓的开放的、公平的、包容的这种状态。我想在目前为止，我这样要老王卖瓜了。我想在目前为止，应该没有任何一个电影奖项具备这样子的精神原则跟实质吧。那这个就是各位自己的一个评断了所以我们就是继续热情的做好它嘛，然后坚定的乐观以对啊，就是这样。那其他的评价就留给外界来评价，不要再让我老妈妈挂了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了吼，没有，可以放我走了。我今天从半夜两点到现在还没有合过眼，可以离开了吗？可以了哈，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